滚蛋！大声点！对，他事前有宣传说他是中配。哇，你的呆毛太大根了吧？这是雨伞。啊，雨伞。啊，你遮它不用遮你哦。这是不是龙猫奈木？它又不是龙猫。啊？有啊，有开。我有开。哇，还会害羞哎。是不是也是中配？我记得你也是中配。嗯。啊！我为什么总是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呢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有点尬，不过还行，还行。孩子也许会记得我。而且他也不是个小婴儿了。为什么我突然有一种台语配音应该会更好的感觉？我也想像你一样，要怎么样才能变得更有智慧呢？我嘛想要跟你同款，要安怎样才会当变得更有智慧呢？这样会比较好。好，大地的守护者啊，你没必要强迫自己变得聪明。为什么？因为即使知道了，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累积了智慧，有时候反而更容易感到害怕。大地守护者跟森林的主人，是土地公跟那个树神的差异吗？你不是也有我所没有的勇气吗？我虽然有帮助那孩子转世的力量，但没有胆量离开这里亲自去找他。那也是没办法的。身为森林之主的你，如果离开泉眼，支撑这里的力量也会崩溃的。是没错，所以我才需要你的帮忙。是你故事里提到的那个孩子吧？找了很久的那孩子，经历几生与我同生共死。为什么你这两句的声音音量差这么多？很困吗？又睡着了吗？你好。哇哦，哎、欸，我也有配音哎、欸，天哪！见过面吧？不会，我的名字是林恩，你呢？不对，我不是叫林恩，我叫受宠若惊。啊！跑走了。醒醒啊！是你找了很久的孩子，他说他的名字叫林恩。也许，可是当他问起我的名字时，我就逃走了，差点不由自主的回答了。为什么不由自主的回答了，要特别 mark 起来？你不是说过吗？在这片森林里有名字的动物，在森林之子没有叫出来之前，是不能说出自己的名字。哦，因为。有可能会再也见不到森林之子。很困吗？啊，不行，等等，再等我一下，我来，拜托那个孩子。如果你找的那个
那该有多好啊！那样，我们就能互相叫出对方的名字吗？哦，所以他是走那个类似……哦，森林之主。跑啊跑啊，向前跑！他快追到你了！哇！哇！可是我做个棒槌，我做个棒槌啊！我是受宠若惊。要叫起摔倒的熊吗？不要，我要先改我的快捷键。要叫起摔倒的熊吗？不要。真的很抱歉，因为实在太慌张了。我想你可能早就知道，我已经关注你很久了。哦，你好色哦。那个，请帮我唤醒森林之主，拜托了。可我不认识谁是森林之主。你的帮助，你就是说，必须要有你的帮忙。等一下，艾伦拿个东西。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森林的主人。但是，我从来没见过森林，也没见过森林之主。真的是需要我帮忙的事吗？森林之主像我一样，不对，而是比我更长时间关注着你。也许从你出生以前就开始了。很久以前，好像不是在说谎，因为从小开始。就隐隐约约感觉有人陪伴在我身边呢，好恐怖啊！多亏如此，我才没那么孤单。我当然可以帮你，但森林里听说又黑又危险。可是只有你一个，你是听谁说？林恩，不然这样如何？嗯。手杖上装个灯吧，装灯。哎，为什么？可以照亮黑暗的路，就不会那么可怕了啊！这边没配音啊。找到灯，我要去哪里找灯？哦、OK， 只能使用普攻。哪里？哦。我敢拆家！我今天看拆房屋都可以升等。拆家，拆家。不急吗？升等了。越早升，材料不是拿越多。好像就升到十等了。哦，记忆长杖啊！我干嘛装记忆长杖？记忆长杖没有这个数字强哎。好了，
什么都没有。不啊，送东西吗？森林之子全是什么？您好，受宠若惊。我是一直在说，哇，你还记得你前世是怎样的人？不记得。哦，哇，我的前世就是幻兽师啊。Oh my god！ 他有送礼物，他有送灵魂艾尔达。哇，这都是六转才用到的啊！我这只灵魂真的有机会六转吗？OK， 来吧，都丢吧。New Age 时间轮的周期会变多，烈焰战狼所有的经验都会变多，赞哦。姑姑通行证，不要，没钱，必须前往森林。好啦，从外面看起来还挺暗的，但越往深处居然越亮啊！嗯，很神奇吧？往泉眼的方向走，会变得更亮。这花真漂亮，但是枯萎了。漂亮吧？是只会在这里绽放的花哦。这里的植物原本是不会枯萎的。你两句话的音量好像不太一样哎。真的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因为森林之主拥有的力量被堵住了。堵住了。你知道吗，林恩？为了森林的力量可以循环，必须要有森林之子的力量。森林之子的力量，嗯，就是你拥有的力量。那到底是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森林之主会知道的。森林之主会知道森林之子的事情吗？快请他问问看吧。看来这问题对你来说也很困难。嗯，我知道了。你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力量是森林之子的力量吗？为什么这边没有配音？森林之子是什么？太突然了，完全没有支持。没错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哈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就如你所见，非常平凡，只会觉得很可惜而已。但不需要担心，不是又怎么样？到时候我们还是能当朋友啊，朋友越多越好，不是吗？哇，你像你这样的朋友越多，真的会有点不受控制。对耶，你真聪明。是这样吗？有好好跟上吗？就快到了。嗯，别担心，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了。哦，是黑东东出现了。啊！小心点。刚才那个是什么？头好晕。这样下去的话，
有种他会永远消失的感觉。哦，你叫出他的名字。哇，你给他名字，哇。哦哦哦，你那么怕啊。哇，好怕啊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猜的。哎，安安，哎，是夜雨家，你没创吗？该创了吧？该开台了吧？狂暴大熊，你刚好来到最精彩的地方。我的身体变大了。你是加智力的，有吧？我不确定。对他狂暴的时候有印象的。我刚刚开台练了一下的啊，看一下啊。重创。轻快的脚步，守护神的羁绊攀。真的没人。这支练起来蛮舒服的。啊，就幻兽师以前不就是这样练吗？我是觉得按键蛮多的啦，集中是这样。每次使用，同行，女神的祝福。用熊熊打到底可以的。我刚刚去看那个其他人是用那个鸟在那边飞来飞去啊。而且他有送专属燃烧，很不错很不错。很开心。哦，他的连结是 BOSS4%, 暴击 4%,HP 跟 MP3%。哦，我忘记我那时候练什么，好像鸟跟后面才有一个狼还是什么。嗯，是我朋友们呐、啊，要让朋友们平静下来的方法就是赶站长呢，集中看看，有了，集中了。用重创，要让他们变成你的朋友，就是谜样怪物对战，很好，相信我吧，林恩，没问题。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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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原来你对待你的朋友让他清醒是这样子。大家打起精神，没错，给你一拳，你就会有精神了。哎呀，再给你一拳，你就会有精神。啊，还没结束。给你一拳，朋友。我发现六转之后会是新的地狱，正常吧？你还要弄真实符文呢、欸？哇，哎、欸，这些人被你重创了还会醒？对啊，因为那时候就只有第一次觉醒。没事吧，我扶你。啊？可是我不脚控，我怎么跑出去？哦，有专用 UI 哦。哦，有吗？那谁可以控我？
哇干！刚有人吗 ？AUT 是3000只哦，太扯了吧！哦、集中治疗。嗯、欸，嗯、欸，啊，我怎么突然22等呢？AUT 是区域3000块，哎、欸，3000只块，太夸张了吧？啊，那如果你六转之后，你的战地会升一阶吗？哦，你也有升阶的东西要给我看。这样的话，哦，是螺旋丸啊，不是螺旋丸。哇！人家五转才会的时空门，你现在一转就会了。搓一下，买个捆。能想起守护神的名字，真是了不起的孩子。能靠近我一点吗？我想再仔细一点看看你的脸呢。再靠近一点点。哎，如果叫你的名字，原来你不记得我了。不好意思啦，除了潘，我已经没啥会记得其他守护神，他要怎么讲？其他神明的名，能来找我就已经足够了。循环你的力量需要森林之子，是你吗？是的。潘曾经说过，他关注我很久了。难道是前世？哦天哪！那个前世就是在讲幻兽师吗？还是不是？我不让，我都开自动没动了，而且我音没有带补。有时候自动比我手动还厉害。车子自动开也开得比我们厉害。我来试试吧，让我来帮你。我来给你帮帮。对，既然你下了这么宝贵的决心，我理应送你一份礼物。你要送我礼物？孩子，能闭上眼睛一下吗？好。这样吗？还好不是叫你把眼睛闭上，然后给你一拳。森林的气息具现化的树叶，有人称之为森林的呼吸，在旅行时会帮上忙的。森之呼吸，好漂亮！太谢谢你了。欸、这崔雪，崔雪你不是在开吗？还是你没在开的？不用客气。这边你应该看过了吧？想起守护神们之名，或许是一段艰苦的旅程。还在开，但是不用担心。我是蛮期待有一天风之谷能推出台语配音啊。
他们也会一眼就认出你。靠自己想起名字，那就是成为森林之子的关卡吗？关卡，也可以这么想啊。是啊，这是森林长久的规矩，也已经像是习惯了。是啊，这已经是森林太阳了，就那。这已经是像那足久足久的规矩啊，嘛亲像是一个惯习。守护神们不能先说出自己的名字啊，甚至连你的名字也不行。哦，我想起你的名字了，你的名字就叫做镇早见琥珀主。如果成功想起名字的话，会怎么样呢？如果我喊出名字的话，你的力量也能回来吗？当然了，守护神的力量也会涌现出来，只要觉醒，我的力量自然也会继续循环的。没错，你就叫做镇早见琥珀主。觉醒，但是万一我想不起来名字的话，一切的状况都会相反过来吗？不用因为没发生过的事而不安。我一定会想起你的名字的，等着我。记住，孩子，你的第二个守护神被称为苍空的守护者。苍空守护者，没错，就是镇早见琥珀主。苍空的守护者。新职业是不是还点不到活动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刚刚左边已经把活动都看完了。他直接就要送我六转的东西啊，可是我连我到底能不能六转我都不知道。祖母绿幻叶，哇，三十等，我受宠若惊啊！幽暗的气息，啊，又睡了。不是那个，不然了。谢谢。森林之主会一个人留在这，他也不是人吧？想知道回家卷走吗？欸，没错，我现在想知道回家卷走。不然追雪讲的是哪一个部分？好耶，好耶，好耶，谢谢送我十个回家卷走，碎啦。大地的钥匙，这是什么？叶子？哦，我有片叶子，叶子要装在哪？看到一个森林之树活动，哦，对啊，那个要两百等啊。所以要慢慢先拉到两百等。对，我应该现在要转职任务，对不对？小心点，前面就是悬崖。你看那，这是在森林离天空最近的树。树很高，虽然很好，但是看起来很危险。
该怎么上去呢？我背你上去怎么样？太傻了，掉下去会受伤的。为什么鸟是这种声音？吓我一跳！啊，好可爱！那种话你不觉得很失礼吗？哇，你们都有呆毛哎！哇，他没有呆毛。打算爬树吧？区区一个小孩子跟熊，不管你们想去哪，我都可以带你们去。怎么样呢？需要帮忙？应该没问题吧？什么？那是什么不相信的眼神？哎，让你看看。我展翅高飞的样子。你刚刚是后空翻的吗？又是那残影，到底是谁？令人有点不安。我不能连佩妮都失去。哇，他叫佩妮。哇，他叫佩妮。要佩妮，哎，佩妮，喊完一二三就跳下。哦，刚刚我去看吹雪的台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刚好就在这里？谢诺。掉下去了，泰山压顶，难怪。呜呼！哦，他刚刚后空翻了。相当轻松啊，不要害怕，相信我，我能比任何生物飞得更快更高，这悬崖算不了什么。我相信你，佩妮。我也相信。你也相信。看来需要梁静茹给你一些勇气。为什么？那我这样跳一下就啊，不行，有空气墙。所以你一转只能拿到潘，二转才能拿到佩妮。用温暖的手，用温暖的手怎样？他没有给我，他没有给我一只宠物。开始战斗。这是要全杀吗？
啥？哇，摔倒了！帮帮我！你只想过着依附他人的人生啊？好派哦，看。考虑找其他人帮忙怎么样？不要。这是只有森林之子才能做到的事，只有你能救活森林之主。等一下，艾伦先去拿喝的。醒吧，我把你想找到的孩子带来了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一定能唤醒的。没有想起来的事情吗？要是真不知道，就算是我的名字也……从刚刚开始就一直说名字名字，你们的名字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这个人有点中国腔？如果只是名字的话，直接说出来不就行了吗？真烦人！我没办法那样，这就是这片森林的规矩。我自己说出名字的话，别说我的力量，说不定连你的力量都找不回来了，然后也不能再期待下辈子。所以拜托，求求你！你在请了吗？到此为止吧，是时候承认了。我们要找的森林之子是不存在的，潘。所以你们两个以前就认识啊？为什么刚刚装的不太认识一样？开门了。啊？No。林恩，你能抓住我的手吗？好紧张啊！潘，林恩，我们得快点。对，我要振作，因为我是。因为我是。森林之子啊！森林之子翻台要怎么讲？求哪会惊？那潘能缩小，佩妮能缩小，哎，可以。
森林之主是不是变小了？身形好像变得更小了，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？林恩，别慌张，会没事的。必须见到最后的守护神。最后的守护神？有在森林里碰过面，走吧，跟我来。你才马上，你才二转一下而已，马上就要三转了吗？爆竹不能放两个，啊，既然圣诞树也不能放两个啊。原来你要这样到风之谷，哦，所以我看看啊，金鱼号，少了十个伙伴真苦啊。林恩的出生地会在哪里？卡尔西温还没有亮。饭店阿尔克斯。家是在哪里、啊、不是、啊、我是找不到、啊、我只是好奇、欸、哦，在这里哦，哦，玄山默玄的在这里，所以林恩的故事是在江湖。嗯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应该去哪？就是说要去哪里？艾里涅啊，不要，我不要去艾里涅啊，要去艾里涅。好了，去一下，去一下啊，去一下。OK。哎，可以直接飞过去啊！哦，可以直接飞过去。哦。这只可以用那个吗？零到一百，应该可以。受宠。Thank you.
哦。哦，我已经换上去了。我先去洗手间。OK， 回来了。啊！果然都是人。
哇，大家都是林恩啊。都是。都是人，技能现在应该很多地方都超多人，也不能用。人会不会比较少？送宠物，虽然之后签到会有宠物，但是没有送宠物，应该没人了吧？哎，没人的。上飞耶，可以往上飞，蛮赞。林恩真是太棒了。想不起来就没办法。OK。悄悄，哎，人，平息荆棘草的方法就是消灭他们，好可怜。
OK。然后我要剪刚刚没。为什么要把它做成隐藏传点？什么东西在闪？潘，那不是你的名字吗？啊，不是啦，不是潘，好像想起什么又想不起来。法依安，从今以后，你的名字就是法依安了。哦，你的另外一个前世也。呆毛更呆了。法依安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治愈，怎么样？仔细想想吧，你照顾了森林中所有的生命，是不是很适合你？哦，对。啊，法依安是不会讲话的吗？法依安。最终还是被叫出来了。法依安，到底打算要胡来到什么时候？难道这也是被赐予名字的代价吗？真是受够了。法依安，别这样，干嘛说话这么难听？没事的，潘，没关系。必然会遇上的命运，记住。这就是诅咒。我是在叫你思考，你站在这孩子那边，是不是真的按照自己的意志？潘，你都记得啊？连我们都不记得的，全部都记着啊？到底这轮回是轮回？我的名字是林恩。对不起，我的记忆还不完全。还有很多欠缺的部分，我知道，前世的我并非一直都是好人。但是法依安，那并不是我。忘记吧，把我只当成是林恩看待。我对你无话可说，回去吧。森林之主现在很危险。只要到唤醒森林之主为止，拜托你，就帮到那时候吧。拜托了。拜托。方法是，我将作为森林之子彻底觉醒，所以我需要你，法依安，你比谁都清楚吧。哎，他现在好像在情歌哦。带路。没办法啊，这种勇者剧情不都是这样吗？真的太谢谢你了，法依安，我不会让你做出的选择白费的。勇者剧情不都是这样吗？对吧？哇，森林之主变了呢，变一丝仔囡呢。你看，你看，哇！你跟他陈启思要见，哇，他跳出来了。他不是说不能跳出来吗？他没有离开雪莲。哦，他就是三兽神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咖喱秀秀，为什么还是一直变小呢？秀秀秀秀，嗯，好委屈哦。直接告诉我正确答案还比较好。我怎么知道？秀秀，我好委屈哦。什么治愈啊？对我来说太过头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很适合的名字吗？这不才是符合你力量的名字吗？治愈，并不只是治疗外伤的意思啊，法依安。
所以你有其中一个前世帮每个人都命名，对呀、啊，法医安，真是个好名字啊，根本不适合你。对啊，要不是你们的话，我也不过是铁匠的女儿。哦，所以你其中你那个前世是铁匠的女儿。说什么呢？多亏了你。某种程度上，那才是第一世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这样从睡梦中醒来的。谢谢你，潘。还有，以后也请继续守护森林吧，生命的守护者法医安。以后不管几世，我们都能再见面。哇，干，这么多世哦！以后不管几次，都能记起你们的名字。让我自己选择我的路。哇，这是第一世。好。听说森林之主的鹿茸很珍贵，好像也有能代替长生草的传闻。根据传闻，好像拥有相当于黑暗森林之主古代神的力量。所以森林之主的后面还有黑暗森林之主。哦，这是另外一个前世。只要有这个，要成为世界第一富商只是时间问题。哦，不是每一世都那么好。消失吧。哦，所以有一次是这样子。早该记着，遇到会说人话的野兽就会自取灭亡。切！林恩，林恩。别忘了。这样就三转。粉碎大地是谁的？是潘的。左。哎，等一下，按我一转有那个吗？哦，森林的力量就大地会愤怒的。哦哦，他有冷却吗？哦，有冷却。左支援飞行，哦，可以飞过去就是。他是开关型技能。哦，自然进化，自然法则。下一个剧情任务要在100等。
所以那就是再回去 New Age。哦，好快！哎呦，啊、这边飞不没办法飞过去。箱，耶，六十级宝箱。为什么你要吃掉我的藏起来的野草莓？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搞不好没有很久啊。哎，九十一等。九七的，哇，一百等了。
哇，更小只了，他已经小到不能再小了。哇，啪，没的。哦，现在时机已经到啊。打架打架打架，不要这时候把我扣去万神殿。打架打架，打架打架，教训一下他们，丁恩，尴尬细节。现在是最佳时机，现在是最佳时机。当森林笼罩阴影时，永眠将会降临。哦，徐普诺斯 ，Who is 徐普诺斯？哇，你名字就歹呢。啊，你不是叫正早见琥珀族、啊？你不是最会用重创了吗？给他猫一拳啊！哇，干个小子！没能遵守约定，没能唤出你的名字，没能想起你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，森林的力量才会无法循环。如果早点知道的话。啊、怎么这一段就没有配音了？如果前世的我啊，有了有了，能再对你温暖一点，那样的话，嘎嫂你在讲少金？都说岁月不饶人，曾治好很多人病的我，最后也没办法。哎呀，你看起来快喘不过气来，你还是少说点话吧。你们也辛苦了，你们居然是穷乡僻壤大夫的守护神。穷乡僻壤大夫的守护神，真的这个不管谁听了都会嘲笑我吧。哦，你是自鄙自己是穷乡僻壤的大夫。在这片森林，没有人可以嘲笑你，即使是你自己。盖亚，
我想问一件事。对嘛，你应该就要叫盖亚，地球女神。好啊，尽管问。盖亚，哇哇，一夜长大。能再叫一次我的名字吗？盖亚，我在。盖亚，盖亚，对不起，我太迟了。盖亚，说什么对不起？我很感谢你。说什么此情永不渝？对啊，原来是盖亚，盖亚，盖亚。哎，啊，怎么又丢回去？什么？什么事啊？即使想起了名字，烙印居然没有消失，是因为徐普诺斯的诅咒吗？不行，别睡着，盖亚，眼睛不可以闭上。哎呦喂！扣我去冠神殿。因为想念前世的你，我不想承认其他人，是我的错。不管你是什么样子，你还是我的，我们的森林之子。我们的，哇，我们的。怎么突然说这些呢？我认为，如果需要有个人出面承担，那就应该由我来做才对。等等，你不是在想着危险的事情吧？法医安，法医安，停下！你要念巴鲁斯吗？别露出那种表情。应该要归还从那小家伙获得的力量，躯体总有一天会消失，只是时间提前了一点。你当时说了治愈吧，你取的名字所代表的意思，我现在才明白呢。求求你，法医爷，拜托！林恩，危险！法医爷，你也停下来！牺牲，这就是我治愈森林。守护森林的方式，记住了，林恩。你所要守护的东西，还有，等着睡着的家伙醒来，就转告他，对不起。哇，胖弟啊！我想守护，我想用我自己的力量抑制。所以拜托。你们没有认识很久啊。啊，不见了！哎，又回来了。将这力量，将这曾经拥有过的力量，彻底觉醒。哇！还有交流啊，啊，交流一下，交流一下，哎，交流，交流一下，好，交流，交流，交流。不要再call我去万神殿了。
下下辈子，你都会找到我吧。人老了，什么都会担心呢。这段话不应该是那种，就是那种，就是男女相恋，然后可能男的要挂或女的要挂，就是说下辈子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当然，孩子，如果我做不到，守护神们也会去找你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哇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。就算我老了，对你来说也只是个孩子吧。他们永远都只是孩子啊。当然了，你永远是我的，是这片森林的孩子。能成为森林之子真是太好了，盖亚。他这个不是森林之子啊，他这个是达赖吧，不断转世吧，原籍了。只因为区区记忆就被束缚的愚昧，真是始终如一了。既然我已双脚踏上黑暗森林，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。哦，会有一个，那个刚好是蓝的。哦，这个就是黑暗森林之主。黑暗森林之主盖亚，到了断绝恶缘的时候了。你要来打架吗？来啊，我现在很会打架哦。要打架吗？比较像三兽神欸。哦，我可以直接跟你，你可不可以，哦，不要再扣我去万神殿。先把勾结啊！我来也，来！哦，用温暖的手。宁可长眠于我。没有变好。表示叫我去万神殿。Dear my dear， 我靠，这个任务名还会取这种。零二，那个。变透明了，我不是把它打爆了吗？孩子，
你还想不起初次见面的样子吧？因为觉醒并不会想起所有的记忆。你聪慧的双眼仿佛能给漆黑的森林带来光明，还有坚强的信念，就像现在一样。多亏你成为这片森林的钥匙，森林里的生命才得以喘息。无法承受长时间的柔弱身体是人类的极限，但长时间的等待并不令人遗憾，因为我相信绝对不是你的意志让你离开了我和守护神，所以并没有怪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的力量就会堵塞并腐化，这片森林可能早已枯萎。我们最终不是注定会再次相见吗？这样就够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森林之主要胖起了。哇！我不要。灵儿，应该会有办法的吧？如果我更努力的话，不论如何。没错，你就要六转。就算把剩余的力量都聚集起来，恐怕也没有办法阻止已经停下的轮回了。这是命中注定。真对不起啊！哎，别为那种事道歉，永生的日子也受够了。我还有一瞬间在想打退堂鼓的方法呢。我靠，所以你们四个都永生了？你也知道吧，我什么事情都很容易厌倦。苍空的守护者佩妮，即使剩下有限的时间，还是希望你能自由飞行，尽情翱翔。别担心，守护者们啊，我对你们真的只有满满的歉意。现在不是听你道歉的时候。法伊安，生命的守护者啊，还记得吗？遥远的过去，你反问自己，曾经伤害了无数生命的你，怎么会是生命的守护者吧？虽然我没办法给那个悖论下正确答案，但你不是故意的，那是你和我们一起为了森林所守护的正义，所以不需要在意。等一下哦，这个有需要拜吗？不用吧，你就开啊，虽然你要拜也是可以的。守护者，我的朋友潘。我也就只开过你那一次14个、都给你了。哇，讲不出话来。体消失，灵魂也会陪伴在你的身边。你里面都看不到啊，孩子，别哭了。哎呀，希望在遥远的将来再次相见，灵恩。啊，灵恩。
啊，花旗。娃。不要再扣我去万神殿了，即使不能再见。真的会反射性的想要按下去。第二幕的开始。我好想再给我下一个。好难哦。你不先吃这个吗？怎么办？你刚看到这个人给他按下去啊！不要再啊！哦哦，好派、啊！然后呢？哦，小的木墩，这家伙是仓库老板。哇！真是个好名字，这边应该就还好了吧。还要送电报去夜里联盟的一员，飞呀。好、哦，嗯，尤其现在很热，原来这森林之子哦，你五十三哦，只要有点年纪，不想知道也会知道哇，所以我并没有不想认识，别担心，女皇要来了。林恩，你有听说过黑魔法师吗？没有，谁？这剧情这么好笑吗？没有，就突然觉得这句话很好笑。你有听说过黑魔法师？没有啦。开会，开会。
佫叫我去万神殿，好了。现在是一百等，要干嘛？一百等。现在龙魔岛是一百等在干嘛？这次他们没讲。有人。就很烦，我都没讲过，都没讲爱的人，名字一样就。OK， 剧情应该先到这里，所以先这样。对，剧情先到这里。然后这只吗？受宠。姑姑姑通行证 OK 领确认这只瓜牛才七天哭啊瓜牛才七天哦，只到二八，好哀伤，天哪！真的，哇，满水的。崔雪，安南 ，A 人一百等的，好，剧情应该先过到这里，然后之后要五转的时候，再特别录五转，看有没有特别的剧情。